结石，我看见了，他在往海边走，直接过去吧。 不知道去哪了，打他的话他加速了，还不倒吗？ 说嘛，张狂一刀的核心就在这个移动速度，这个拉锯也就不会空了。没有移动速度加成，就打不了无限锯，怪不得就是带踩满一刀，残满和风枪就赢不了，很奇怪。
说我赢一局就好了，其实跟刚才没差别，平局赢一局。不打针，这个封印不用装。你要等会儿要打个洞的话，封印就没了，没必要。这应该是前锋。打不了。还好没带封窗，我要带封窗我就把自己封死了，没加速了，装潢好了死了。这一刀打前锋。我已经到了，他在这个窗户这边蹲着呢，看他头都露出来了，看他的头。绕过去了。前锋没治愈，这是一个魔术师，把分针骗出来了。哦，这边要自摸了，两个人去找找。还剩一台。
先把这个板子踩了，这个没针，然后走。 节点，我才调完水没开门。 所以肯定是从左边绕，绕大房子，他要么就直接走，要么再开门。他要来的话，我有闪现，等杰梦死就好了。小红书打钻很慢的。 谢了，我推进器都没装，谢了。你看这兄弟多好呀，太感人了。哎，翻了就死了，翻，不灵性。
给前锋再打一刀，及时就差不多了。你看我这个经验，看看看，我今天要闪现打他一刀，还有点痛。 直接狙啊！狙他回去，不然让他上去了，上去我就完了。前锋摸起来，我去减他一下。 结石摸好了，那应该是结石就，也可能卖了。这么多人的吗？ 挂了，没必要了。哎，没往前面走啊。 哎呀，我失误好严重啊！战到游戏结束了，打受伤。 这图拉锯我是真的服了，我不敢拉了，真的不敢拉了，这图太恐怖了。吃不完呢，前锋修的慢。
啊，他没死。请问刚才是不是开门了？ 没治愈，机械师也没了，魔术师呢？ 机械师拉不动了，好了，魔术师打了钻，足够有时间了，还有闪现，拉去追，啊，打倒了就挂魔术师，游戏结束了。 左上角那个是谁啊？如果盲女最好，盲女，直接追吧。他在大房子了，他在往大房子跑，看见他了。好。 这撞就立马丢，这魔术师修的难受的呀，我这边有张狂，没钻头，有钻头就算了，过半。 直接针对啊！把他针对死。
谁给你的勇气啊，在这边修？还剩一台完整。 这秀啥呢？意义何在？吓死你！啊！亏了，亏死！ 哎，这虎队怎么卡我？这边有人上二楼了，我才结识。只有他一开局不修机跑，还真是。 没加速的这边，他直接追就好了。哇，这个敢拍，果然应该装个封印好一点。 反正这个地方倒地不是很有利，对我来说，让他娃娃跑吧，反正对面没电机，修不了电机就行了。 我要是追到娃娃的话，佣兵过来捞了的话，还没打钻就是最亏的。他要开护臂过来了。
这样就很好。他把万没电机修，一直在空地上。 就怕他的那个，你干嘛呢？你干嘛不回去啊？自信。 放盒子救不到你了，右边肯定再补那边一台，他等会过来救，然后假装欠气球，把他骗过来。 肯定有失误点，在这边，没听错的话，这电机应该是的。这是个狗屁，怎么是个佣兵在这儿？ 那僵尸飞起来了，你看这僵尸，小木屋，要么就是他那娃娃。哎，不按套路出牌，他肯定有失误点，在这边。 没听错的话，这电机应该是的。这是个狗屁，怎么是个佣兵在这儿？那僵尸飞起来了，你看这僵尸，小木屋。 要么就是他那娃娃，哎。
玩套路出牌啊！啊！他居然修这台，激怒！盲女修废墟，好狠！ 没见着人，过来了，可以卡个二级。 把娃娃打掉吧，不然他娃娃修完电机之后，然后就是我佣兵了。这是干啥？ 不着急，他要转小木屋的话。 这推进器就废了。啊！ 修得动吗？结实，两个人受伤，那速度跟乌龟一样。
哎，才12分，我还是个单排勇士。前锋从那个车上面下来了，有一个人在起一点，前锋在修了，那边没必要过去了，有了，就起点吧，不用管前锋，没必要。贴个分身，我直贴个分身，人没了。是，搞什么？这手速也太慢了吧！我以为他要吃一刀上车。魔术师没分身了，前锋已经到了，炖蘑菇了。哦，魔术师是去又修他原来的电机了，然后调试一台。炖啥呀？跳跳，开不开球？不开球，我不拉锯了。开不开球？开拉倒。哎呦，我这后面有障碍物啊，没看见。强师到这了，那你们四个人全在我这，那谁修电机啊？啊！刷分，三连电击吗？并不是，小上半个吧。没魔术棒呢。
是在对面修，这边是个残血的，还在修。 挂了过去吧，没有魔术棒。 他怎么还在修啊？是要点亮吗？ 这个赛季初比上个赛季好多了，好太多。上个赛季根本赛季初根本没秒排，至少这边2分钟之内就有车了。哎呦，手速好慢啊！ 那就得挨打了。哎呦，这个僵尸每次都能卡我，每次下不去，很奇怪。 接动了，哎，什么情况？等，那我给你打个赞啊，一起等。 等会，别卡我位啊！哎，气不接？哎，我差点掉下去了。哎，天气小，走这个地方挺危险的，摇一下就下去了。 捡个天气，打了算了，佣兵无所谓了。 还想偷他一手。
我找路。所以他赶到二挂了，不着急。 这些出名点都很差，就我往这边走，他们都看得见啊。看起点是谁？祭司，太真实了吧！ 我以为他要截一宿不认。看，所以说带张狂的好处就是我现在能隐身，我要是带那个踩板没隐身，会跑死，疯狂给你拉距离，带你环游世界。 想法呀，他救吗？
是空姐吧？强迫她救人。气势那么远，谁救呢？魔术师应该是死了，这是个残血的，把他打倒我传回去吧。他打洞过来的，桥上是有洞的，拦一手。跟你耗，我无所谓啊，反正调香师没带修电机，看是你亏还是我亏。这边等你，死了，然后我再走。没字幕，然后再去抓祭司，但没事了。有耳鸣的话，他可能要打洞进去了。跑马拉松了，二级隐身不虚，死绝吧。所以说有祭司的局带一个张冠是好用的，不然就会被跑马拉松，就贼烦。不然是不能过河。那好远啊！可以过河，你又打不中，何必呢？这是又有洞了吗？看来没洞了吧？搞了那么久。最后一个洞，哎，打出去！你看他也能看见我的，我也能看见他，就很远。
没动了。迟早得死，不过时间问题而已。被你拖。然后这次直接去大房吧。啊，你怎么亮了？这有人吗？二连狙，滋滋滋！手机放出来了。手机在修几级装箱呢？三台。开球过来了，过来救，顺便骚扰一下电机。来了。炸点的是娃娃，给个香水，先走。弹射，干嘛呀？前方治愈交了，他球不多，还有一台，一台就是这个集装箱的。前方到了，在墙后面。不着急，他在等二挂。没翻。
电机要差很多啊，修不完。没板子。好像也没了，好像应该是没了，把它卡到这吧。什么还有资源？木板车了，木板车了。